色，哎，出彩的颜色有比较多。今年的颜色可以选择考虑我身上的 magenta 跟红。红色。现在拉伸一下给你们看啊，这个呢它是属于大弹力的，穿到我身上基本上你看，上围它是比较修身，可是拉伸可以去到蛮大，一样拿多一个10-20cm 就可以，因为它是属于非常大弹力。为什么很多顾客都喜欢这个裁剪？一，它的长度刚刚好，不用带印，也是有一种带印的，它就刚刚好到肚子这边。给我这种不喜欢带印，不会带，不是不喜欢，是不会带印的，是非常非常是。加上很多顾客是喜欢它的袖子、啊，袖子它是属于一个中袖，所以说把我们该遮的比较肉肉啊，像我这手臂是比较粗的，把该遮的遮完。还有就是它这边这样子啊，它这个垫肩它折啊，折这周折在肩膀会比较多，整体啊，看到你肩膀会比较挺，会有显瘦的效果。效果就是说，给那些可能上围是98的，如果你能接受贴身是可以的，毕竟你看我一拉多一个10cm 都可以。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讲是上围到96，那么如果你是98，你 OK 的贴身可以哈，这个款式是没有问题的。我身上就是magenta color， OK， 面料弹性是非常大的， OK， 我身上的白色 pastel yellow。这个其实我是要放 lime yellow 的，可是因为助理讲不要这样子放法，因为如果放 lime yellow 又放 lime green 啊，等一下我们包货的时候我们会出错货。OK， 这个是 lime green， 这个是 midnight blue， 还有就是红，红也是属于很红的那个，算是大红的红了。OK， 两个比较 bright 的颜色就是 magenta 和红色，或是 STP 69。弹性非常大，这个是爆款琥珀，来称一下给你们看，它面料弹性是非常大，然后面料是很 soft 很柔很舒服的那个 cotton 面料，想要找这样子简约然后又有款式的 basic tee 啊，这个款式必带走。袖子就属于一个灯笼袖这样子的，然后袖子这边是有 rubber elastic， 整个手臂啊该遮的部分都，它就是整个这个 part 啊，手臂这个 part都遮完，遮完了不用紧，它不会有那个约束感，它就形成一个泡泡袖，所以整体穿起来，很多顾客都很喜欢这样。你看我这样子穿啊，因为有时候很斯文，说哎呦袖子太长会不舒服，怕了，这个不会啊，它面料这上身是非常舒服，舒服你会觉得它贴着你很热不舒服，因为它的面料是非常透气。这个厂家它是专做 cotton tee 的，这个面料来讲算是数一数二了。它如果是说厂家cotton tee来讲，这个面料很多顾客都喜欢的。然后长度就刚刚好，你看不打印的话，穿这个星期二的这衬配搭回星期二这个牛仔裤，一样是配搭得到。我去换 lime yellow 给换pastel yellow 给你们看先啊。所以说它这个颜色就比较多适合for新年的一些色系， OK， 就是比如我身上的 magenta， 还是说你要红色，还是说你要那个黄色，也是适合， OK。 所以说新年的颜色它有两个啊，这个款式红跟 magenta， 大红大紫嘛，都是适合新年的颜色，还有一个就是黄色啊。所以说如果你是买这for新年穿的，我建议你带走这两个色，或者是带回主播穿出来的那个颜色。写色的话你们可以选择这个啊，最深的颜色是这个啊 midnight blue， 然后是说比较属于比较亮，比较亮色的感觉，可以选择带走这个青。我也是很喜欢这个青，很多顾客都喜欢这个青，对，它青的来，它不是那种暗，它是亮的，可是它亮的来不是带有荧光，所以说很特别的青，也比较少见哈、啊，这个青色。来，我们的这个pastel yellow完全没有带印啊，简简单单这样配牛仔裤非常好看就对了 ，OK。像我刚才讲的，这件牛仔裤啊，越穿越喜欢，越穿就越喜欢。要牛仔裤的可以留言啊，对对对，我们星期二介绍了的。只要我身上这个牛仔裤的可以留言，完全不需要带印。所以，因为如果你不喜欢带衣服的，你带走这一件吧，它的长度就刚刚好，不需要带，这样子就好了。我身上的 pastel yellow 没有拉链，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就从头套。话们讲，我们给我们的旧价钱哦，厂家起价了，我们还是一样给我们的旧价钱。为什么我讲它袖子很特别？其实它很多时候呢，袖子它肩膀。桌子是在公主袖，桌子是在肩膀这个 part， 这个呢它是延续到这边，看到吗？到表下，所以它整体穿起来它是有那个款哈，有款式，在肩膀那边。简单的来是有款式，然后穿上身的效果是非常舒服，就对了。我身上的 pastel yellow 一样有显白的效果，我去穿这个比较出彩的颜色给你们看 ，lime green。然后是 Jessica， 你的是 midnight blue， 身上。黑色的是裙子啊，彩玲那个是短裙来的哈，对我穿的是短裙啊，短裙已经介绍了，待会给你看一下那个款，L size 啊 ，Miss Lau， 如果你能接受贴身的话是可以哈，可以的哈，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弹力是非常非常大哈、哦，这个。这种贴身呢，可是它不会不舒服，它就是贴，因为它弹性是非常大。OK， 来，我撑给你们看，你看它可以撑大一个 size 这样子啊，它是可以撑到很大，它面料是很舒服的，就对了，该遮的都可以遮到完。对呀、啊， okay? 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裙子来的哈，我穿那个裙子有四个色啊，四个色啊，建议是 S M L， 腰围没有超过82，臀部没有超过120，是可以有四个颜色。那么它的 inner 啊是裤子来的哈，哎，它是有一个 inner 在里面是裤子版的，所以说我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哈。59就可以带走了哈，这个短裙哈。还有另外一个色就是这个 beige color golden beige， 我身上呢就是。现在我穿的这个比较亮的颜色就是这个 lime green， OK， STP 69，价钱是55，很舒服很凉爽的面料。然后像助理讲的，助理有，我和助理都有很多这样子的 cotton T 啊，还是我自己有自留过了的哈，那个颜色才穿雨，对，很好穿。OK， 这样子的面料你放洗衣机洗啊，你不用怕它会走形啊。坦白说啊，要放那个袋子哈。如果你想要保护的比较好，建议你放那个 laundry bag， 因为这个厂家他用的这个 cotton 面料是比较高档的，应该这样子讲。真的是高档、啊。比较高档，洗多几次都不会走形。我们自己有收有穿，然后我们都是丢去洗衣机打。基本上我们是年头穿到年尾的话，我们会换一批还没有走形啊。我先声明啊。可是就是说你要放那个 laundry bag 来保护它哈。然后还有它会很细。吸汗，像助理讲的，有些外面牌子助理自己本身以前在外面买这样子的 cotton tee， 它尤其是深色啊，你穿多几次怎么洗它就会那个有熏宿美啊，你穿一下子就有那个味道。这个厂家的是不会啊，很坦白跟你讲是不会啊。好的，你要那个短裙，然后再加。等一下，给我换了红色。紫色的上衣啊，上衣是马肩搭，两件的留给你了。我先换红色给你们看先。上一次 STP 69啊 ，OK STP 69。越来越爱这款了，我没有过这样子的。没有过啦，我们是第一次带进来的。我自己本身也是没有这样子的款式，有的话都是那个阿密的，就是那种军人装这样子。你穿一穿这呢？啊，你穿一穿。这边穿一穿。嗯，真。来，我会有红色，新年必有的颜色。OK， 新年在家穿，想要穿的端庄一点，不想太随便。虽然说在家穿 T 恤，可是新年的话，你想要穿的比较有氛围感的话，这一件红色带走吧，在家穿。OK， 新年你从头从早上到晚上的话，你都想要穿的比较美美，这样子过新年，这个红色吧，带走红色。如果你不敢穿红，你可以考虑带走助理身上的 magenta color。是的，这个是红。这是属于比较大红的红了啊！我现在身上这个红是属于比较大红的红，它是比较亮，稍微比较亮啊，比较亮的红色，不是暗的哈。对，不是暗的。我身上这个是马娟的，哎，大多一次给那些 outside 顾客，我的上围是94，所以你们看我穿贴，其实不算是贴，你看还没有拉伸，还是有空间。可是拉来讲，你看还有这么多的空间啊，所以说 outside 的顾客，如果你 OK 比贴身是可以啊，腰围这边没有拉伸，就有这么多的空间。那么呢，给可能上围是98的，我是建议96、98、100能接受贴身是可以，因为我的94嘛，我这样捏一捏一个10cm 就出来了哈，所以说能接受贴身是可以啊，因为它是属于大弹力的 cotton T。我身上的是 magenta， OK， 有六个色给你选哈，这个款式来看了一些颜色穿了。还没有 OK， 来这色的颜色啊，就是大女主播会穿出来的 midnight blue 哈、啊，还是说你已经有留了很多红色？我建议你带着我身上这个马娟搭，所以说男颜色方面，这个款式确实是也是有点非常难取舍哈、啊。那么呢，显白呢，你们可以选择这两个色了。可以说比较浅色的话，你们可以选择带着白色，还是这个浅黄色哈。大牛仔的话，建议你带着白色，或者是对了，可以说两个色里面显白这两个色，想要大牛仔可以选择带着这个白，或者是想要表面照顾，选择带着这个黄。红色跟我身上的马娟搭可能也是新年必备的颜色啦，这两个色新年二选一，新年二选一。那比较少见的颜色，我建议你们带走这个青色是比较。少有，其实它也是有显白色，我看到吗？有，很好看、啊。它亮的来，它显白。对，
它是比较亮的青，可是它不是那种荧光青，光非常特别哈，有显白，显瘦就会是主身上的。我跟很深很深的蓝，带黑的蓝 ，STP 六十九，价钱只是55而已。这次爆款回货来，这长期厂家都会做大门，或者是他们很常会 repeat 的款式，因为这种款式是不会过时的，你 anytime 什么时候再穿回都没有问题的。OK， 我身上的 midnight blue， lime green。这个是 pastel yellow， 浅浅的黄啊，浅浅的黄，白 ，OK， 大红加助理身上的 magenta color，OK，、okay? 价钱55 free size， 我穿完所有的颜色，配搭很简单，一个像助理这样的配短裙，我刚才也是配短裙，还是说你们星期二要买那个白色的短牛仔裤？如果你带着一件白色的，所有的颜色都搭得到，都搭得到 ，OK， 都搭得到。所以说，颜色方面再跟您分析多一次啊，很难选，对，搭不了色的，选白的话，这两个色，这两个色，如果你要比较容易照顾的，选择带走黄，黄，然后就说红跟紫 ，magenta 啊，可能说这两个你可以二选一。然后呢，这个想要比较鲜明的颜色就带走这个 lime green， 显瘦的话就是我身上的 midnight blue， OK。哇，六个色 ，STP 六十九。谁要我身上穿的牛仔裤，同样还可以留言呢。OK， 还有啊，我这个牛仔裤，我越穿越喜欢，越穿越喜欢。平平无奇啊，真的。这样牛仔裤吊着啊，你是不会买的。我跟主播讲，就是收缩了 ，OK。毕竟是没有，我们试一下。收缩。麻，当我们一穿上去，我们两个都自留了，因为它越穿越舒服，越看越耐看的感觉。对啦。那一天想不到要怎么配搭，真的，你就这样子配搭就好了。属于用蓝风的一个裁剪哈，然后它就不是那种没有约束感，没有约束，它有那个有那个裁剪在那边，有显瘦的那个修小腿的那个裁剪，可是它不是那种贴的，所以我讲这条牛仔裤我越穿就越爱它就对了。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下一个款旗袍，可以，来下一个款旗袍。